是4到5房，4.5到5.5卫浴。那么它楼下呢有一整套的suite， 就是套房可以做。那这一套样板房呢，下个月会开盘，然后它的moving ready 大概要在明年可以交房。然后这套样板房它有一个优势，就是说它的占地都很大，所以如果喜欢在自家后院做游泳池的话，这边是一个不错的 option。好了，跟我一起参观一下。在院子里呢，它放了有一个凉棚，旁边有做绿化。
好，那现在跟我一起去二楼参观一下吧。在上楼之前来看这边楼栋，真的是我们生活的楼。好了，我们去二楼。不包含的，那么所包含的是什么呢？之前我有出一期验房的视频，里面有讲过一个单词叫做 fixture。 fixture 是什么呢？就是所有跟房子本身连接在一块儿的东西，比如说我们的炉头，比如说我们的油烟机，这种跟房子本身连在一起的东西，这种是包括的，像是橱柜啊什么的都算是 fixture。 那家具比如说沙发呀、茶几啊，这种随时可以搬走的，这个呢就属于私人财物，所以不算是不动产，那这个呢就是不包含。再说一下装修，那么一般样板房它的装修呢是建商花了大手笔去装的，可能从几万块甚至到几十万不等，那么这
欢的装修模式。二，你可以找私人的装修公司去做，做你喜欢的那一种。那么私人这种呢，可能也比较麻烦，但是相对于会便宜一些。那么如果找 builder 建商直接做的话，好处就是说它会非常的方便，您可以直接选。那么坏处就是说可能会稍稍贵一点。那么如果找我们地产经纪帮你买房子的时候，通常呢我们可以会在新房的时候尝试去拿一些建商的房款，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优惠给您。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些小知识，大家了解一下。再说一下这套房子，那么这套房子呢，他们所在的小区每月的物业费呢是297元，那么这边的地税呢是通用税率是1%左右，那它的城建税呢每年大概是5600块，所以你加在一块的话，你的地税大概是房价的1.4%，所以在新的小区来说，这个地税算是比较低的了，不算是太高。